等我嚟介绍。中信贸易从一间细细嘅代理商，发展成为今日可以上市嘅最大贸易公司，亚洲称霸，放眼国际，全靠一身胆识。但系啲人想唔到嘅，佢想得到。成世人日都系赌噶。但系啲人唔敢做嘅，佢敢。咁大胆？嗱，你想知道听日点咧，就睇下你今日点落注。但系啲人怕负责任嘅，佢唔怕。好，我就跟你打赌，看你可唔可以做到三个月。要整死一个人，先要俾啲甜头啊，然后一次过全部攞走晒。聪明人呢，控制钱。翻版啊！蠢人呢，俾钱控制。呢件事系犯法噶。呢支够拼搏嘅精英团队，终于要迈向更远大嘅目标。你仲唔够？边系有人嫌钱声噶？